啊！兄弟，哦，哎，为了追女孩子，你会用这种手段？我很喜欢她。那我呢？我知道，你也很喜欢她。那我们俩不就是情敌了？不过你不用难过，历史上有很多例子，为了女人，兄弟残杀，父子翻脸。哦，我可不会为女孩子打你的啊。那倒不忘我想尽办法为你出点子。出什么点子？英雄救美啊，哪个女孩子不崇拜英雄啊？那我的英雄谁都坏人呢？你又不像。我看阿康阿宝倒有点像。哦，叫他们俩来帮忙，顶多我给他们点钱。好吧。啊，阿龙，刚才的事你不会怪我吧？哦，不会。我知道你不会怪我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他是色魔，我想非礼，你要小心，我要亲你。他敢打你。想不到你这么文静，敢动手打人呢？你为什么不敢？再不走我叫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我们的英雄很准时。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，不知羞耻，快给我滚！小姐，你不用怕，有我在。你，哎，少爷啊，你刚才吩咐抢那个女的，现在有人插手啊。是。你，我，又是你啊？啊，我不错。上次你在隔壁村子里调戏一个姑娘，我已经放过了你，想不到今天又在同样情形下见到你。啊，你，我，谁叫你刚才重色轻友啊？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气死我了！啊，好好，我没事。你，哎，你让开！你，哎呦！我好疼啊！你没事吧？我，哎呦，这拳比刚才那拳还疼！小姐，你听我说，阿龙，你，不要打了！你们两个从小玩到大，这么好的朋友还要打架，你看看大神什么样。他不是我朋友，为了个女孩子，他骂我大笨牛，还骂我低能儿，伤透了我的心了。以后你不要找我。
回去。我，哎，朋友，什么事？哎，打架呀！你看看有没有打上人家什么东西，好去赔给人家。是。你们俩还站着这干什么？